台北市长柯文哲手持标语，携手加入 TVBS 信望爱永续基金会与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共同发起的爱无限计划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扩大照顾儿少、长辈及弱势家庭及皆有关怀等服务。有时候上帝没有办法照顾每一个人，会透过你们这些善心人士帮忙照顾一下，或者是公司协力还是社会福利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为了扩大关怀服务措施，台北市社会局特别提出合作计划，期待邀请更多团体携手推展弱势服务合作方案。因为完整的社会网络，光靠政府绝对不够。让教会有机会，政府是要有政，因为是一个公权力，我们才能去做。然后社企业有资源，但是教会有人，教会在地，我们愿意来分享。今年的关怀对象将扩大到中低收入户家庭，并遵循过往模式，由各区公所与教会合作，巧妙结合在地力量，持续扩大服务范围及影响力，让爱与祝福成功散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。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。